好的，小狼，今天是给大家带来这个超级经典的一款游戏啊，超级玛丽啊，这个超级的小泽玛丽亚啊。那么今天咱们这次通关呢，其实并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那种 TAS 软件那种通关，咱们这次通关的是这个不越关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什么叫不越关啊？比如说从第一关越到第四，这个不是不是这个，从第一这个大关的第二关越到第四大关的第一关，是不带这么玩的啊，不带这么玩的。所以说咱们这一次呢通关是选择用这个正常的这个程序啊，一关一关的走，连续的通完八个大关啊，简称八大关。然后呢这个速通，当然呢速通呢就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一旦发挥失误怎么办？很多人说啊，这个 TAS 软件可以重置啊，可以重新怎么怎么地的回来啊，这个比如说我可以这个倒回来啊，这个失误了我可以马上回到几秒钟之前。但是咱们这个绝对啊，人格保障啊，绝对是人脑玩的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有失误，那么你只能挺着啊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这个最速通关，好了，可以看一下第一关，也这个第一关的第二关也就是这么快，到目前为止呢才过了这个一分来钟。那么其实这款游戏呢，个人觉得哎，对，你要是想要速通的话，你肯定不能沾这个136，沾136的时间进入这个棋的话呢，它会放炮。如果你要站到6的话，会放这个6个炮，这个就有悖于这个速通的这个理论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我的意思？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很难啊，有人在玩这个超级玛丽的时候，能看到第一关的这个第一大关的第三小关，就是因为从第二关就越走了。好的，直接卡到了5的位置上，然后呢，直接走到最后一个关底。其实小的时候吧，这个小狼呢，个人觉得超级玛丽这款游戏呢，本身就是让你从一关一关往上玩的啊。你要越关，我还真觉得没什么意思啊，所以说一直我没有解说那种越关的那种啊，那种通关方式。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是非常极限的，第一时间摁住加速，哪个点跳都是要掌握的非常好。咱们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浮桥，然后马上吃一个钥匙，最终这个小龙啊就是被你打掉了。咱们可以看到蘑菇公主啊，蘑菇小象啊，蘑菇公主，这个第一关啊 ，Thank you Mario 啊，反正公主也挺多的。咱们可以看到 Word 2-1，其实呢，在小的时候，很多人有过这个小黄卡。小黄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就小黄带，不是小黄带啊，这个黄色录像不是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正常的程序呢啊，是你基本上你家里再穷，只要你家有游戏机，最起码你要有一个超级玛丽吧啊，这个你要再没有，那你就别玩游戏了。但事实上呢，这个超级玛丽呢，小的时候呢，咱们玩都是感觉这个游戏挺神秘啊，不知道这藏着啥，那藏着啥啊，基本上都是想要爬天，想要吃金币啊，怎么走，没准能走到负一关去什么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其实呢，这款游戏呢，我个人觉得它设计的初衷还是很好的啊，至少练一些反应速度，尤其它这个加速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。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是这个传说中的2-2，这边呢 Word 2-2的这个是水关啊，而且水关的音乐也非常好听，但是这个鱼有点挺嘚儿的。好的，蹦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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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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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个其实超级玛丽啊，第一关、第二关和第三这个水关，它这个音乐啊，作为这个弹钢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，作为钢琴曲来弹的话。但是缺点呢，就是说包括有一个二胡的这个超级玛丽，但是呢，这个最后一关还是有点闹挺啊，咱们就六完了，这就浪费时间了。所以说这个速通呢，所以说你哪怕你宁愿你慢点啊，六的话呢必须放炮啊，大家能想吗？而且你看这个炮啊，5、6，这最起码得耽误4-5秒钟，是不是？好的，2-3，这一关呢是有这个青鸟飞鱼啊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因为是一个唱歌组合的名字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，你也只需要拉住这个加速，然后一直跳。咱们可以看到刚才是利用一个小跳躲开了这个鱼，然后呢打子弹把这个能威胁到自己的鱼呢全部给抹杀掉。这个呢是需要玩的时间很长，而且基本上玩那种超级速通的人嘛，我个人觉得呢，他基本上玩不到这一关。所以说一旦玩这种从第一大关到八大关的这个通关，每一个地方地形记得很清楚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骨灰级玩家。咱们看到这又是第二个环节的这个最终关，当然呢第八大关的最终关呢是要有迷宫的。咱们可以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很多人都不太会走，也就陨落在那个地图了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承载台，这是浪费了一点点的时间，可以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如果 TAS 的话，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。
好了 ，Thank you Mario， 又是一个公主啊，咱也不知道这公主是老被抓，还是一共有八个这样的公主，咱不知道啊。咱们看啊，第三关的第一关，啊，这一下变成黑天了。其实咱们的小的时候有这个小黄带啊，这个为，哎，这是一个失误。咱们这有个小黄带的话，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。这个，一般来讲，第一个游戏都是马里奥。然后呢，这个比如说这是多少合一的，假设这是一百多合一的，或者说几百合一的，其实就那么几款游戏。而这个超级马里奥呢，你比如说你像，比如说你就很多的游戏，比如说假设一共有二十个游戏，但是它是一千合一的，这时候呢，你选第二十一个游戏，很可能就是这个第二关的，从就刚开始玩就是第二关的这个超级马里啊。然后呢，从这个四十一开始呢，没准呢就是这个第三关的第一关的超级马里。所以说呢，这个。当时啊，这个卡里面所谓几千合一呢，奥妙就在这儿了啊。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关，哎，这是跳的时候浪费了一点时间，黑天啊，确实没招了。好的，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动态模糊的，除了看人之外是没有动态模糊的之外，然后你看其他人都是这个看其他这个景啊都是有动态模糊，所以说做的还是很到位啊。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是。这个第三关的第二关其实速度很快啊，速度很快。好的，这一关呢也没有水啊什么的，还是走陆地，然后呢很多这个高层的建筑，而且还有一些类似于像这种天秤的这个缓台，你踩到这边的那边就提升，哎，然后呢你如果你快速的话呢通过就没事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第三关的第四关就是这么快啊。超级玛丽作为一个水管工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真心给跪了啊。但是据说这个超级玛丽呢，和这个忍者神龟两个人是忍者神龟啊，他们俩是这个水火不容的，据说是。好了，这一关的音乐非常的诡异。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想要勇往直前冲也可以，但是刚才可以看到发出这个小火焰啊，一定要等一下。好了，这个位置还是一样，走到上面的缓台，然后跳到钥匙上，再次的救公主。哎，这个公主长得啊。哎，这个公主戴的是胸罩吗？红色的那个，咱不知道，白色裤衩啊，太嘚了啊！这个，咱说当时的美工啊做的啊，还是有点不太靠谱。怎么说也是第一女主角，是不是？您做这么磕碜呢？好，这一关是天上有这个，就是正儿八经越关之后的第四关啊。正常你经常从第一关的第二小关呢，可以越到第四关当中。所以说这一关呢，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啊。天上有一个小云彩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小乌龟。然后往下扔这种啊可以打不死的这个小墙。好了，还是零秒钟的时间去进关。这个顶上这个云呢是可以打死的，但是完全没有必要理它，因为过一会儿呢它就出来了。当然你如果闲得蛋疼啊，你也可以把它用这个子弹打死，或者给它踩死，反正呢这个也加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第四关的第二关也是这个地下通道，这个地下通道呢也是可以越关的，可以越到这个藤上啊，走这个长青藤来越关。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这个直接越到第八关的这么一个情况，但是咱们今天啊不是这么一个玩法。好的，直接走上边。好的，这种情况下啊，好的，落下来。哦，这是有一只花，这个花是一定要吃的啊，因为它可以打这个子弹。好了，直接进洞，然后跳出来的话呢就是关底。可以看到啊，基本上很少有人能看见第四关的这个第三关啊。咱们来看一下第四关的这个第三关是什么样的。说这个第四大关和第三关应该这么称呼才是比较好的。好了，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已经取什么满装备满属性了。好的，这一关是一个天空之城的感觉。好的，这个跳位呢，有的时候大跳和小跳切换一定要准。好的，走下来一弹，这个头真硬啊！这关看起来好像简单的要爆啊，真心感觉到没什么好的设计。然后呢，第四关的第四关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咱们看看这个第四关的第四关是非常逗的啊，同样也是这种这个石头这个地形。然后呢，但是呢啊，它挺嘚，它设计呢，你说简单嘛，它也简单；你说难嘛，它反正你能看出来难吗？啊，走下边。咱们可以看到啊，上面呢，好了，蹲过来。你看啊，这个为什么要走下边呢？就是你要速通的话，就必须要走下弯，因为你走到上边，迟早还得往回走。你懂的啊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，那就死路啊，那是啊。好了 ，Thank you Mario， 传说中已经是达到第五关了，五一
啊，国际三八妇女节，咱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五关的第一关，这一关呢也是看来是一个长关啊，非常长，这个管道已经变成银色的管道啊，所以说小狼呢经常会说啊，给大家这个录制一个撸管的视频啊，超级玛丽就是正儿八经的撸管视频啊，因为他经常跟管道打交道。好了，跳下来一踩，这一关呢是有这个，咱们看一下反跳，这一关呢是有炮弹，但是对咱们玩家呢是造不成影响。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可以看到这反正一关也就是40秒钟的时间，基本上啊52。好了，这一关不是地下通道。好了，吃了两个这个金币之后呢，奖一条命。扔这个耍特技的这个小猴子啊，其实还是挺，应该说也是小乌龟，但是看起来像猴子。其实表面上来讲呢它很厉害，只不过你掌握好它的这个刷点位和习性的话呢，基本上就像咱们现在啊，又是一个6秒，又是一个346秒啊，但是它这个秒呢其实是比咱们正常的这个秒是要快的啊，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个秒。这样的话咚咚六个屁啊，这就是这纯浪费时间，这没招。这就是说啊，这个为了快的你想快速的通关，但是呢你一个不小心哎，刚好通关的时候是六，这个六啊，那就嘚了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蘑菇啊，吃蘑菇变大啊，这个感觉这个做游戏啊，这个真心啊，这个给跪了啊，这个吃蘑菇变大，应该说是吃东西之后蘑菇会变大啊，应该是这么理解。好的，跳下来是非常矮，然后呢第五关的第四关同样是大小恐龙，看看这第五关的这个第四关是什么样的，你们看完之后你们也会觉得啊，反正绕来绕去就是这么点设计。好了，这一关是有弹力球，一个大的旋转的小火焰蹲过来，再一蹲。好的，这个位置稍微等一下，然后助跑冲过去，跳起来走过来一蹲，再往前一跟。好了，这个位置需要一点点的手法。哎，这一次蹲没蹲明白，不过利用这个闪光的时间再次的跳到跳台，然后回身吃这个小钥匙啊。第五关的小公主啊，应该叫五公主啊，已经给她救出来了啊，以后还有七公主，还有八公主啊，就是精神病一样。这马里奥一天天没事干，就天天救公主，也不知道、哪那么多公主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一关天上又是有小云，然后呢，没事踩点金币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等一下这个大蘑菇啊，因为大蘑菇最起码在速通的情况下呢，还是为自己争夺一个可以这个有一条命的这个机会。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有好的一枝花，这是要吃。不对，刚才说清楚，这个云菜扔下来的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说子弹打不死啊，是踩不死啊。这个大家不要误会，你要踩它的话你就傻了啊。你说你打它的话，你用那个小豆打它是能打死的。咱们现在这个一步一步往前走啊，这个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，千万不要往两边瞅。好的，回身，这个加速键啊，基本上就是不松了，这才是一个骨灰级别的超级玛丽玩家。好的，回身一跳，小紫豆的这个小黑豆的怪物啊，有的时候呢在黑天的时候很难发现。好的，咱们可以看到，好的，马上要通关。好的，这次卡到了一个五啊，这样的话就节省时间了。不过事实上咱们可以发现啊，就是你通过细心啊，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靠出色的记忆力以及手法啊，有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犹豫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咱们看一下，整个这个世界好像都变成黑白照片了，建筑呢变成银白色，很少，当然 很少有人看到第六关啊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有炮弹的威胁，但是威胁不是很大。好的，这个踩的是可以第一时间踩下去的、你看这个城堡都变成银白色的啊，这是一个银色的城堡啊。然后接下来咱们看看，好了，第六关的第四关哈，开头场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好了，顶出一个小花，但是没什么用，吃完只是1000分而已。一直加速，然后但是这个位置呢有点不太好，利用闪光的无敌时间连续的往前跳蹲啊、不用蹲，个子矮不用蹲啊。好的，直接一个助跑，这个就是勇气和胆量以及这个玩的时间长，他知道这个走过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这个怪物要干什么，他发出一堆这个小流星锤，但是我可以从你裤裆底下钻过去。这样的话第七关的第一关还有最后的两关咱们拭目以待，可能很少有人看到啊，这个接下来的关是什么样的。好的，二级跳过来往前跟，
利用这个炮台，基本上这个食人花呢对咱们造不成什么威胁啊，可以看到。好的，这样的话跳过去就是一个关底，依然的非常溜啊。看起来好像任何一个大关的第一关好像都是显得不是那么难，有机会啊看看有没有这个什么猫里奥啊，什么猫里奥啊，什么各种变态马里奥的高手玩啊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小狼也可以给大家解说一下，但是没有的就算了。那个我说实话，这猫里奥啊虽然说也能通关，你就当是墨迹啊，真心墨迹。而且呢这个有的地方就是靠这个手速啊，你这个节奏一定要稳，跳的一定要好，否则呢就会死得非常惨。咱们看到这一关又是水关，然后往外游。但是这个超级玛丽呢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负一关严格来讲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。像咱们这个拳皇解说臭臭啊，他就能跳出来啊，在第一大关的第二小关就能够跳出来这个传说中的负一关。但是其实没什么用啊，就是这个就是说水关而已啊。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不一样了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关是也是非常简单啊，一个炮301，刚才如果第一时间跳上来的话就没有这些事了。一个炮啊，一个炮无所谓。好了，接下来是第七关的第三关，这关呢又是一个天台，又是跟鱼打交道。这边除了有鱼之外呢还有飞天带翅膀的小乌龟啊，这都没贼了都是啊。好了，那个花呢由于这个目前来讲没什么太大用处就不吃了，因为虽然说吃完有子弹，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这是求速度，还是一个不小心被这个鱼给打动了。不过呢可以看到确实没什么可以威胁的，你就连续的前跳，大不了像咱们菜鸟这个稍微归一下，它不像它这么快啊，反正也是很简单。难点就在于速通啊，在于这个知道哪个地方的刷点，什么时候蹦出一条鱼来。好了，第七关的第四关开场，走下方，然后中间再往上跳，可以看到啊，一路上以来呢没什么可以牵制到你的。再往上走，好，基本上来讲直接到关底，再等一下扔两个，哎，再钻过去。如果你直接跳的话，很容易被他第二次的这个小流星小这个撇小斧头啊小锤子给你砸中。所以说呢这一关玩了个小心眼，先让了三道，然后呢马上钻裆过去。这个小恐龙我打不过你，我还躲不过你吗？是不是啊？好，看一下，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第八关的第一关。这一关呢说实话非常的长啊，长我不知道你们懂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好远好远啊，基本上奔袭5公里是肯定的。咱们可以看到，而且还是负重奔袭啊，超级玛丽。好了，踩一下然后加速跑，这个虽然说表面的感觉有点像掉下去，但是加速的话它是不能掉下去的啊，它是不会掉下去的。咱们看这个地方一个大跳过来，连续的往前走，你看啊，表面上看起来像过关了，其实不是的。这个位置跳的时候呢感觉一定要好，当然对于高手来说感觉是不重要的。好的，这样的话直接通关。像一些菜鸟啊就是很害怕自己死，所以说他经常玩到最后啊时间都快到了，但高手就不一样。咱们看一下，最后呢是卡到了一个3秒，放了一个3个炮。第八关的第二关开局还是类似，还是不走管道。这一关呢上面是有一个小云龟啊，小云呐，白云呐，我是黑土啊。咱们看现在好了，变大，巨大化，像这个葫芦娃里的大娃一样啊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超级玛丽跳的这个远度啊，居然是比这个炮弹还要快啊，这个炮弹都没谁了。好了，走下地下管道再钻出来，这样的话通关就会变得非常的快。再往上一撸，好了，回身直接过关，卡到0秒的位置，第八关的第二关，非常漂亮啊。这样的话呢这个接下来还有2个小关，咱们看看啊，基本上都一直以来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。你们可以看到啊，这就是说一个玩家的这个专业素质啊，这个连续八关，应该说4、8、32关，32关没有什么重大的失误，这个很不容易。而且这个我都说了，以人格保证，哥哥。虽然说这也是失误，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，如果这就是一个算是比较重大的失误了。不把它顶死呢，因为咱们是没有这个巨大化啊，不把它顶死，哎，好的，第一时间没吃着，又是浪费了好几秒的时间。
这个一下将近浪费了25秒的时间啊，给人一种感觉。如果第一时间他不被打的话呢，他就直接会这个撞顶死顶上这个小乌龟猴，然后呢这个直接通关。但是呢这就是刚，所以说人是不能夸的啊，刚说没有重大失误，但至少他没有死，对吧？至少他没有死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咱们这一关呢就是基本上的基础关了，作为这一关呢也是非常长非常长，哎，走迷宫，你从哪个地方管道下去呢都是有说到的啊，千万不要这个瞎进去。好了，这个地方是要撞出一个钱，然后从这里面直接走管道，迷宫一旦走错了你就无限循环了啊。好的，底下还有鱼，我去，底下还有鱼，然后再走长管道，然后走进了一个水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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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，一堆好的手法非常好，但是这次还是被这个小乌鱼啊给顶住了，不太稳，怕没有无敌时间，然后赶紧从底下钻过去。好了，接下来一个小猴子踩中，这个位置忍一下钻过去，好的，漂亮。最后金币是69，第八关的第四关，八公主，哎，咱们看一下。大公主，这是正了八经的大公主啊！最终 ，Thank you Mario 啊 ，You 什么 Crater is over 啊，就这个最终获得了真爱啊！好，今天咱们的这个视频呢，到这里就暂时的结束。其实八公主才是最终的 BOSS， 咱们下期再见。